吃美食了，马西受邀了。好吧。奇不嘞？奇不嘞是？奇不嘞是什么？什么啦？怎么啦？好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么美妙的音乐，请看。现在是什么情形呢？店内外满满都是人，不管是排队或者是吃，都是站着耶。这就是青海路上最夯的站着吃的韩式烧烤，哦耶！没有椅子，因为这里规定站着吃。这间店的特色，站一个小时，还蛮特别的。这边很有名的是站着吃，所以我也想来尝试看看。配菜不用钱的，蛮划算的。酒都要钱，现在不用钱了。今天是第三天，之前两次有吃到吗？没有。什么？这边只有买的是猪肉，其他旁边的那玉米呀、cheese 啊、泡菜还有生菜，全部通通无限吃到饱。好香哦！好香！你看看呐、我刚刚那个闪男帮我们已经烤好的猪五花了，这个是盐味的，盐味的酱沾一点点，来喽。接下来你看这个牛肉，闪男已经帮我们烤好切好了。好，谢谢闪男。哇塞，这个牛肉厚成这个样子哦。牛肉味道好香哦。吃完了这个烧肉之后，又想要来一个公主抱吗？华丽转圈公主抱。我先吃一块肉，对，这个是牛肉，牛肉吗？超不得了的，它的牛肉看起来就很厉害，亮，它太香了啦，对啊，感觉不用介绍，直接过去就好了。如何吃？吃下去就会有这种反应，那个肉汁酱汁是喷出来，软嫩够味，真香好。哇，我口水真的好香哦，是不是？你小心烫到。你这句话有点诅咒的感觉，有一点，每一口都是咒骂，你小心烫到。像我们在聊天，你是不是吃太多了？我爸来了，我爸来了，我爸来了，没问题。要出拳了，我们甩就好了。要不要吃？要。好，好，快点，来，美食细胞。哇，来，好香哦。真的很满。你不要给到哦。好，预备。哇，你嘴巴好大！哎呦，还有空隙耶！哇，你嘴巴可能有点太小了耶！哎呀，唯美哦，韩剧哦，来，你先咬一半，欧巴，欧巴，欧巴！我来！哎，好了，谁替你给我闭眼睛？好醉个屁呀！剩下要等一下回来咬，你把它塞回去干什么了？单吃可巴，都可以这样一块肉。真了解他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哇，好香哦！料吃完了再续。哇，我刚刚吃那一道很大，然后现在通常猪五花的肉都会比较干一点，可是我刚整个放进去啊，每咬一口都会一直冒汁出来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所以完全不会觉得很干涩。太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有时候吃那个烧烤五花肉会太咸哎，可是这个它完全不会，所以你可以依靠自己口味，然后再去做一些调配，让它吃到猪的原味，对，因为没有太咸的感觉，对。所以是非常好吃的，对啊，这样吃以后大家这样围着这样讨论，然后再吃，喝点饮料，对，好开心，对不对？是的。